是不是许涵让你来的？不是，我自己自愿来的。啊，许涵那边民宿不开业了吗？然后忙的热火朝天。哎，小雨啊，我主要是来呢，想把你拉走。许涵的爸爸来了，我觉得你应该见面了，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不去，你去。哎，小雨，其实你跟许涵在一起挺不容易，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珍惜，对吧？我和许涵分手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此时此刻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和许涵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没有开玩笑。